梁工的喷泉式种菜，今天早上已经收获了满满的一大筐有机蔬菜，现在又开始在喷泉布水了，把鱼池的含有鱼粪的水抽在这个上面，通过植物的根系吸收过后，再通过这个回收口又流回鱼池，这样我鱼池的鱼长得还挺好的，几天不见长大了许多。这是我今天才收获的满满的一大半筐的有机蔬菜，这是一个小型的系统，刚才也把它收获了，韭菜啊、苕尖啊、藤儿菜啊，我就都把它收过了。这里面的鱼水，这里面水很清亮，鱼长得很好。